可以，好的，这边。没教你啊，你也是。他也是宝，就是。这我死套牢的。兄弟们，这个我们家第五只猫这来了，现在两三周了，已经开始。 二段要打得会多回点血，但是无所谓。这把还行，因为是回推线。就不好凶哦，是打得很凶。 只能说永恩崩了，还能玩剑魔崩了怎么办？
我这补刀是太那个了，大换大你亏哥们！感谢诸葛奥特曼好累送的飞机呀、啊！哎呦，谢谢奥特曼送的好累送的两架飞机，感谢感谢感谢。 你还不回去？他有鞋，他跑太快了。算了，这剑圣啊，不太懂。感谢奥特曼送两架飞机啊！感谢感谢感谢！永恩平原魔法伤害，对。 这剑圣怎么跟个猪一样？人头都不懂哪里是在那摁刷槽攻势是吧？我操，这头都不懂，这是来打八坦星的，还开两架飞机，八坦星。<笑> 回来吧你，早点走，不要拉回来你再开大。嗯，好呀，OK。 下路开始，啊，还有发兵，哦哟，嘿嘿，没死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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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！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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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宇宙超人，小个屁技能全控，至少我跑了呀！有种来追我呀，跟个猪一样！哇！ 哎，哎呦，能量撞击，追不追得到呀？追不到。那怎么这把我感觉我经济起来这么慢呢？221。 需要个铁马车。人去哪了？我操！ 这都打不到，他在干嘛呢？赶紧拆！不让拆！哦呦，这把好像要祭啊！是不是要祭啊？ 感觉好像要祭，主播搁这笑笑笑，游戏都要输，他也累打的我，下路的英雄。哎呀，你家都可以。你喝这个吧。好。温水。好。不许喝饮料了。好。咦、嗯。干嘛？没事。老子不管他喝冰饮料。 800，妈干死！哎呦，好闪，好闪，好闪！我们的羁绊，好大的气！ 之前给他偷，哎，我打居然也能触发，布隆套的晕，我居然打上去能触发，这你受得了吗？
啊，一控！为什么说布隆打的那个技能触发？那不在对面吗？对啊，但是他打野过来之后，我有点触发。哦，可以啊。那个应该只是要单位打就可以了，他会叠那个被动。七百，七百。无人在送啊！我操，这无人他又跑去跟他单挑了。 这皮肤手感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只能说还不错。当我第一次睁开眼睛，看到一道光亮与血红铁交织成我的身体，怪诞。 快，减成四。快，下路带一波。OK， 婉豪上比赛，真的假？哪边选？不会是欧洲队伍吧？又是婉豪，又是稻草人。哦呦，难道是传送中的康狗？ 不要小瞧了我们的羁绊，婉豪上单。他们又去那边直播间了，已经不知道你们来了。他们直过来告诉你们，你们就走。啊！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聋的。 哦，不聋的，哎呦，不聋的，不聋的！他砍了我3000血，这永恩一把破败砍3000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哎呦，真的是一把破败砍3000，家人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你受得了？算了，先黑切。 大应该给剑圣，如果想拯救每一个人，但他只有一个大。有可能是辅助他玩的太公式化，就是比如说技能都问给一点，他确实给剑圣很惨。 放，我在上面。哦，等一会儿的时候。好。等一会儿就喊的噜噜大宝啦。好啊，噜噜。哈哈哈哈哈。就跟那个灯笼啊是一样的。看着吧，等一会儿。塞拉斯是在干什么？ 没有，我想要凡哥那个片头。喂，突然开心啊！我日你妈！这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群傻逼在玩。哎，没来，你们两个去打什么金卡？跟我团！我的妈呀！ 我可笑开心。我操！我操！给你，好大。
怎么全是？这怎么玩？哎呀！我确实感觉这露露大招放的有点不太好。你们先少了一个吧。 什么伤害？没办法，还行吧，阻止他一下。世界赛永安不搬必选，真的 ，King 梗都不允许他一把剑，建模垃圾，攻速稳定，引风，第三个也是风吧？林老师，我要紧张，距离根据拯救 LPL 只差1把，你怎么就默认他拯救 LPL？ 别紧张，又不是你打，没关系，不要太紧张。 恭喜粉丝等级升到16级了，怎么刚才牛？一秒钟直接爆，他打不过，弄13级，心态有点放弃，死一次，杀了心态炸了，对，他直接去跟沙弥拉去送，我确实，这无人堡他是没用，没输出。 没输出确实不该，当时玩那么大的。话还是不能说太多。先生。好电影。喂。 来个重伤，NG打 T1 血脉压制，真的假的？那张幻神，哎呦，来来来，阿龙大龙，完蛋，露露好病。哎呦 ，Ace。 关键团控制，这小子有点难受，这是一的滑着走，是？啊，不是的，哎呀！ 我在旁边买手机，我玩游戏时长，体力还没清，现在清了一点。什么？
伤害呀！哎呦，一秒钟的伤害，这是600块。哎呦，我最瞧不起的无人开始输出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帅！他需要打断的，如果这边不能把他定墙，就一定会被上面拉着转圈转死。感觉他们好急，其实我感觉不用管这傻米拉也行。你没有瞎子果断，所以你死了是吗？那时候可以给 AD 了，他装备起来了，别抓蛋了。跑得掉吗？大部分帅，七波快。我跟你讲，这波装还真的挺有必要，就站着给他一种心理威胁，能让他觉得我是个很大的威胁。我等一下他就会打我，等他打我他就发现打不动我，结果队友狂打。然后等会打你，他就死了。拦着我。小鹿还在忙，我的帅！哎，我有点破墙，帅！啊，我喜欢鹿的 ID， 我服了你啦！怎么一队里有两个剑圣？哎呦，这无人的心太不错了。那个是艾欧尼亚剑圣，这个是暗影剑圣。哎呦，救我！哎，他给你大的吧？对，体型变大了。我打空了。开始有点埋怨，有点俏皮，扣个六吧，不然容易被关到小黑屋去了，什么意思？主播什么时候关过人小黑屋了？哦，不要尬黑呀、啊！十五露露写进毒府，压上晕了。这把要是能四火的，绝对应该能到五把。开个大师来就行。那等会他们就要做这个，一波砍上来吗？四千，回去再合个药。哦、嗯，已经500了。哎呀！水完胜说这把不好赢。503，开个大应该700。神装，4000血，195的护甲。500攻击，又肉又有输出，就是这版本剑魔就只能这么出，你不只能吧？就你要想要容错率，想高容错率，队友好稳，要去打大的。结束啦！结束了！哎呦，拿下兄弟们，大点关！
塞拉斯开始了，求助。